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，欢迎来到我的舒压手游系列，我们又回来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挑战什么？每次呢，小光都会在网络上找些奇奇怪怪的游戏给你们玩。那今天呢，我找到的这款游戏也是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广告跳出来，感觉不错的，我就抓下来玩的游戏啊。这款游戏叫做 Money Gun Run， 中文翻译应该就是我们这种 Money Gun， 就是这个会射出钱的枪啊的跑酷游戏啊。那这种东西竟然也可以做成跑酷游戏，到底要怎么玩呢？我们就来玩看吧。Let's go。OK， 一直射它就会哦，就可以买是不是？哦，射不动就不能买啦。哎呀，先买个哦，射的速度变快了。我懂了，我们只要吃到绿色的，我还买到比特币。比特币，买比特币，买比特币。哦，我懂了。哎呦，这是我买到的东西。哦，我买到越多东西就越厉害的意思吧 ？OK，shop， 然后这个商店的部分嘛。OK， 那就看一下，拿到一堆东西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哦，把它摆到这里来吗？哦，把钱可以摆到这里来。啊，车子摆到这边来。啊，我们的手机要摆到哪里去呢？手机 ，Hello， 哎，哦，女仆店员呢？超正，这个手机嘛 ，OK， 看到了，手机摆这里，拿完之后呢，这个我们就要直接走出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买到更多的物品啊，先不用，我们这个不吃广告流啊，通常都是要努力一点。哦，我们花了50块买了一个，这是一个拍卖的地方嘛 ？OK， 那他现在指我去这里。哦，好多钱。OK， 好，我懂了。我们要出去获得更多东西，就是出去下一关的意思。这个钱可以增加，好，我们增加一下钱，再增加多一点，全部都来了。Go！ OK， 这个加五，这个射速变快。那这边是可以，哦，我靠，射超快。这个加二，这个速度更快。哦呦呦，嘟，再加一，呜呼呼，再加两张，哇 ，PS5， 哇 ，iPhone 14， 哇，比特币，天哪，超强，怎么那么爽啊？这游戏啊，还不错，现在先不评论啊、哦，还不错，走，我们去商店，这么多东西还不赚起来，我们摆着它每过一段时间它帮我卖出去耶。不错，我的比特币，哇，比特币帮我卖出去了，来，继续帮我卖，来，跟我帮我买，来买，这是放 PS5 的地方 ，OK， 我现在有435块钱可以再增加一个栏位 ，OK， 哎呦，那是卖电动玩具的地方吗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升级要10块钱，先不要升级哈，这是什么？发行箱被逮起了 ，OK， 他们在帮我卖掉，钱拿的不错，走，我们去下一关。哦呦，射速加快，加多一点，哦，好爽哦 ，OK，Go， 这个捡的就不要碰了，有，射速越来越快喽。这两只是什么意思？哇，拿两只枪啊，去，哇，哦，这个射起来是挺爽，哇！撒钱呐、啊，有钱人的游戏啊，真的是享受。我没吃到，享受有钱人的游戏。再两个，有，哇、哦！我的钞票，呼，哇！这游戏玩的让我心情愉快啊！哇，我买了一个游艇，是不是太扯了吧？来，我们看看我们这次收获了哪些东西。哇，超多，走，进去卖，这东西肯定是要卖的、啊。脚踏车多摆一点，然后这个比特币啊、哦，快摆满了，手机哦摆满了哦，还可以放仓库哎，是放在仓库，他卖完之后会帮我直接再加，钱，很舒服，再帮他升级 ，OK， 他自动只要你们玩一次要10块钱是不是？我再玩一次10块钱，然后我看看我们现在钱哦等级还不够高是不是？等级要到解锁到5，我这边才能打开，这要15。那我们先去赚钱，走，我们先去破关。哇，钱好多，可以，差不多。OK， 直接开始吧。哦呦，加十，一，三，哦。OK， 射，
哎呦，有 bonus， 有 bonus， 来上来上来，拿 bonus 咯！这，哎，不多不多不多，可恶！射射射射射，水，获得一只手机，超爽的。可以左右滑，左右滑滑，哎，加这个五，哦，远远的就先射到了，而且他这个，我刚吃到的是打到他的话，他哇哇哇哇，这个游艇拿不起来。他射到他的话，旁边也会左右再帮你折射出去。走，再去卖点东西。哦，钱来了，钱来了，有赚钱，有赚钱。先把钱拿一拿。OK，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全部卖出去啊。手机，手机，我们手机超多哦，十只手机。哦，我们可以升级了，800块啊，800块有点贵耶，应该要再多拼个几把。这边这边，钱钱钱钱钱，都是钱哦，一直在卖。他们来帮我消费这个吗？等级六。一直消费，一直帮他加好了，先帮他升级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差不多差不多 ，OK OK， 哦，我现在这台玩一次要21块钱呐、啊，哎呀，我有150块，换钱换钱换钱，我们把我们的钱补进去了 ，OK OK， 走，赚钱赚钱，这个没有关系，这是什么 ？Mission。我们已经获得 mission 哦，获得了这个过了这个每日任务还可以钱哦，太爽了吧 ！OK， 加加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折射吗？哎呦哎、欸，他帮我射到旁边去，哇、哦，这个超好，他会帮我自动再锁定到下一关的下一个物品上，吃多一点吃多一点，很难全部吃到、欸。有有有有，哦，两台，要资助他吗？哦，变有钱人，哦，他要给我钱呢，是投资这个女生，啊，让他变有钱之后，他就会赚钱给我，是这样的概念。啾啾啾啾啾，哇，这有点难，过不了，那个游艇好难打到、哦。来来来，第五关，哇，这次的脚踏车好多、哦。走，一样是去我们的这个商店啊，商店是不能不去的、啊，东西都摆进去，摆进去，摆进去。摆进去，摆进去，所以一 PS 五。我们看看我们最近赚了多少钱呢？哦，640，哦，钱一直不断的在赚呢，好爽哦！我们先赚到800块好了，我相信应该会有800块吧？你看他们现在在买，是，750，800了，800了，走，我们再开启一个新项目，看看，哦，游泳池，这是哦放游艇的地方。哦，我钱一直来哎，钱一直来，钱一直赚，一直赚，好爽哦！站在这边就可以一直无限领钱哎，我们就不要动，等他们帮我赚钱啊！人呢？我的客人怎么都不买了？为什么？各位，我的客人都走光了！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又有新的人来了吗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先出去赚钱比较重要。OK， 又完成了任务500，我们增加一下这个钱跟速度吧。OK， 增加完射起来啊！哇，不能撞到哎、欸。OK OK， 那这个钱我是拿不起来喽，真的拿不起来哎、欸，好亏哦、喔。先加先加 ，OK OK， 哇，这难度有点高喽，东西有点难拿喽。游艇，哦，有了，拿到一台，拿到一台，至少来赚钱赚钱，赚钱赚钱。哎呦呦呦呦！啊！太贪心了，太贪心了，太贪心了，太贪心了！我每次都不一样，可以吗？不行！哇、啊，好亏哦，好亏，好亏！好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！哦呦呦呦，可怜啊，只能拿到脚踏车跟这个 iPhone。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转一下！哦呦呦呦！哦，勉强勉强哦，这个超勉强的哦，这只能啊，亏了亏了，为了如果你要赚钱你就不能拿到，哇哇哇，再加五再加五，应该可以吧，有有有有，啊，拿不到游艇啊，哦哟，东西这么多，有这么多吗？我刚刚有获得这么多东西吗？好啊，好吧，好吧，
有就有、哦、我刚是没有发现，只知道说我一直射不出来、啊、不是啊，我是说一直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、啊、好不好？可恶，我先赚一下钱，好像要到第十集这边才会开起来。这个他在帮我买我的手机，对，多给我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哦呦呦呦 ，PS5，哇，超人，买起来。哦，碎，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可以再多一点吗？哦，有，841呀、啊。他拿一台脚踏车要干嘛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可以 battle 是不是？哦，这是要 battle 什么？哦，赌博吗？哦，赢了。哦，这是卡片对决。Your turn。这个先放一张这样子。啊？我不懂了，我为什么要？哦，放火烧他啦！我看懂了，他烧我的，继续烧，没问题。OK， 再加个100，怎么说？他把自己也加100。哎呦，我这个乘以3，怎么讲？他也乘以3，他还有一张减除3的，哭啊！再乘以3，有没有900？除以3，啊，完蛋了！啊，我输了！再一次，我会玩了，终于看懂了。哦呦，这游戏王哎，好酷哦！来，骰子，4，我先攻。我们先加，看一下他有一个除以2，我们先帮他啊，不行，我们这张最后放。先加个乘以100好了，加100，先加100、哦，他也加100，很好，再加100 ，OK， 乘以2，好，乘以4 ，OK， 他先除以2，哎呀，有点亏。先放乘这个乘以2，800，乘以4啊，哇，应该是赢了，烧他，烧起来，480，他加100，500是输的，获得，哇，可以获得这么多钱哦，哎呦，再来，哎，这个，哎，我的钱呢？我的钱呢 ？Hello， excuse me， 我的钱呢 ？Excuse me， 所以那个钱，我如果重来就没有了。我以为他是会直接获得哎、欸。哦，开始他先乘以3哦，真是想不到哎、欸。来，先乘以3，先加再乘吧。OK， 他也要乘了。哦，有，没问题。就让你乘吧，再乘一下，405，除以2，这么凶哦，哎呦，这么凶哦，这钱好少哦，来帮你减20啊，千万不用紧张，加25，哎呦，很棒呢，来，哎，帮你除以2，你这最多给我减20而已嘛，没什么问题的啊。可是只有100多块钱呢、欸，获得了哦，有，他还在帮我加上去，好，可以了。走，我们回去，哦，有了1900，哦，有哎、欸，钱会一直帮我加哎、欸，哇塞，那我们还要出去外面赚什么钱啊？不行啊，我们这个还是要开，对不对？这不能不开啊，可以，我们有2123块，我们出去狂升级，好不好？升级我们的武器。Mission 还是哦哟，好爽哦！这游戏真是享受有钱人的生活，好不好？我也想要这样躺着赚，拿着我的这个杠枪就咻就可以赚钱，真的太爽了吧 ！OK， 加一，有，瞬间融化，好不好？不用再担心我们没有钱的问题了。
转转转，跑去撞到了，不能跑去撞到，fight 就是刚刚那个吗？等一下再来参加，我先来赚一下钱啊。OK OK， 走这个，这车加五，射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啊。哟哟哟，哦哟，哦哟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那台有点难，那台有点难，那台可能要一开始就一直射它才有机会了。撒起来呀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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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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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、哦，好险，差点就买不到！哇哇哇哇哇，超多超多，好爽哦！这个游戏，哎，很多元呢。你可以卖东西，你还可以跟人家玩卡片，然后你还可以去赚东赚钱，好不好？去收集这个赚钱，太多元化了吧 ？OK OK OK， 我们现在等级有点高咯，我们来赚多点钱，我们看看这次的决斗，哇，我们每过一关就来决斗一次，来，骰骰子，平手，平手是我先哦，我肯定是先加一百，好不好？先加后乘，除以二，哇塞，大哥你这个就过分了，乘以二。那很过分啊，大哥，加一百，哎呦，加一百，不错哦，有加一百，很好哦，减二十，除以四，我靠，我靠，不是哎，大哥，这样子啊，先除以四，除以四好像比较少，除以二，先除以二。啊！完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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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剩十了。哇，他有点厉害，他留个乘以二，哇，所以东西越坏的要先用，哇，哭啊！再一次，哇，这个卡片的顺序要很知道要怎么放，我想一下哦，一开始先加一百，他会先丢除以三吗？我就知道，这人怎么这么坏。再乘以三呢？有没有加一百？哎呦，那我先除以三，怎么说 ？OK， 乘以三一百二。啊，这好像是平手哎。先把它减二五，再除以三，好像先后顺序没有差呢。OK， 它除以我三。四十，平手算谁赢啊？好，来减二五，剩十五。OK 啊，都一样。平手，平手都没有钱哦。平手的话，我们这个再一次好不好？哇，这个也很难呢。我们来看看，哦，这次他先哦。他先的话，我看他会想先干嘛？他先加二十，先加二十。那我们先。拉减七五好了，有没有？他也让我减七五，我们大家都一开始先从零开始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没问题啊。我先加这个，他有个除以三呢。他怎么先乘以三啊？他到底在想什么？我看看他的除以三，等一下又要放了，所以我们先放除以三好了。我相信他很快就要除以三，来，他要除以三了，我就知道。七，还完蛋了，我要霸凌他，他只剩加五十了。来啊，你害我啊，我就看你怎么害我。加五十，五十一，我再乘以三，应该有一百六吧？一百六十，一百七十一，碎啦！拿到钱了，拿到钱了，九百，哦，这个对手不简单了。我们还是回到这边来好了，哇，这个有点难。我们等一下再来挑战，我们先来赚钱，好吧？我们先来赚钱，走，一千二，一千三，一千三可以升级一下，升级一下，升级一下，这个射速要加快啊。OK，Let's go， 有有有有有有，
不行。哦，有钱有钱。他送我多少 ？OK OK。哦耶哦耶哦耶！哎，我怎么会丢东西出去啊？那是什么？炸弹？金钱炸弹？是我什么时候获得的东西？太屌了吧！咚。OK OK。Oh no oh no oh no。他有时候会中，有时候不会中。撒钱！碎！经过，碎！所以哇，我们这次拿的东西好少啊。好啦，先卖，没差，我们有的东西太多了。拿去，先捐。啊，这个没有钱哈，我们只有 PS5 跟船。看看我们这次赚了多少。有，我们先拼到第十关吧。我们目前这个第十关还没开启，我们先来拼拼看。OK， 402，我们加射速，射速我觉得很重要。先射起来。哦呦呦，我差一点就过不去了，差一点要重来啊！吸起来，碎了。加三，加五，哇，怎么会这样？OK， 有哎、欸，不能碰啊！他那个加钱，我以为是送给我的、欸、啊，哭啊！我以为要走过去才能领钱，原来是他已经帮我领完钱了、欸。这个不能，那个没办法了 ，Sorry， 拿不到你的钱了。Go， OK， 哎呦，差点那个比特币。就让我送我上西天呐、啊、！OK， 有，他帮我赚点钱就好了。这什么？啊，用猜中间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有折射！哎呀，游艇拿不到，哭！哦，碎，两台游艇。第九关，哦哟，这次的收获不错哦，不错多。来，带回去，好好卖。有了，要1500块啊！这1500块有点难拼啊，我们只能去跟人家赌博了。走，先把钱拿起来。他们在卖我的游艇。哦，有，好多，钱好多，来 PS5，是哎 PS5怎么那么便宜啊？有没有在买我的游艇？不，他不买了吗？可恶，看来只能再巴结。来，这个看他这次我运气好不好。4-3，他又先开始了，看他先出哪一招。他先减以除以2哦，这么坏哦，开始就先对我除以2。那我先帮他减个50。不要，我们先加好了，加20，他会不会又出那招啊？太卑鄙了，不行，先减50，然后先变成一，他减75，哎，都在我的计算之内。这个现在害他没有用，所以我先加。OK， 减50哦，这个人怎么这么狠毒啊？这个人好狠毒哦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就算这样子，他加20好了，我先放除以2，他乘以2，我还是让他变成1啊，我只能获得2块钱啊。这是什么互相伤害的戏吗？2-1啊，0啊，我拿2块可以干嘛啦？再来 ，fight！来骰骰子，哦哟，这次我先了是吧？我先的话，我觉得要先乘以二，先加20，他先乘以二，40。我有个除以3跟除以二，先都加满好了，先加满再害人，他先过来害我。除以2是吧 ？OK，
欸，很好，再加二，还要再除以三，除以三吗？不会吧，很好，他用到这边了，那我就先帮你把减个三分之，好，三分之二，五个乘以二，很好很好，你很棒，你超棒，剩三十块吧，孩子，三十块，哦，四十块，没差，还是赢，获得四十块，哇，这个钱真难赚啊 ！OK OK， 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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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钱真的是不好赚，要赚到这个钱的话，我们还是不如卖东西，对吧？刚运气不错，赚到那个一千多块，还不是每次都这么好运，822块，我们先存起来。先存钱，先存钱，先打起来，先打起来。Yeah. 哎呀，哎呀，那个，这个好亏哦，好像只能三选一耶，所以我只能选。哎呦，有存赚钱，有赚钱说啊，就撞到了，想说有赚钱了，钱存起来，再一次，我相信我的手手，可以先赚起来这个。哦，两只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，好多钱，好多钱，哇，可以拿两只手，超爽！来来，资助你，资助你 ，rich rich rich， 是是是是是，不行，还是差一点点，哎呀，都已经啊啊，这次好少哦，没关系，走，拿去卖，拿去卖，都拿去卖了，卖起来，卖起来，卖起来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收集收集收集 ，OK OK， 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先把钱都给他，哦，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觉得，就觉得说，哦，我们好像身上的钱很想按下去，有没有？哎呦呦呦呦，有有有，他在持续持续给钱，持续给钱，是是是，460块，啊，灌进去，不用，谢谢，不用，163，很快很快，我相信我的。客户，你要去哪里？孩子，给钱啊！孩子，去哪里啊？啊，他是买，他是付完钱直接走了，是不是？好好哦，有了有了，有一台手机，很好，快点，兄弟在等你了。Sweet，买两台游艇，一台手机，哇，这个经营游戏啊！有有有有，90块有吗？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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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又可以多一个新的东西了。103，这是什么啊？口红哦，竟然为了买卖口红，哦，有有有，我们把这个钱也赚了，160块，好，先把160块就好。哦呦呦呦，哇，这个技术性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哇哇哇哇哇，这个钱可以，这个钱现在钱量已经有四成了，先资助。哦呦哦呦哦呦，越来越难哦，越来越难哦。有有有有哦，我帮助好多人哦，帮助好多人赚的钱其实没有很多，哭啊！希望口红可以卖 多一点钱，好不好？拜托，口红帮我卖多一点。哎呀 ，PS PS， 来，好的 ，OK， 脚踏车。好，各位，这游戏还挺忙的哎。我觉得这游戏还蛮好玩的，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再玩第二集，有没有？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挑战完。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小光呢去挑战第二集的这款游戏的话，记得在下方好不好点赞。我们这次要破多少呢？1111，大家有没有办法？如果大家喜欢看我这种经营类游戏，我觉得有钱赚的还蛮爽的。好，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小光把这边经营的超级厉害，钱有99999的话，那就不要吝啬你们的赞啊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。拜拜。